苏院长，还有与会各位同仁，各位媒体记者李世先生，我想又是一个新的会期开始。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新年新希望，新的会期啊，不管是在朝在野，大家只要针对民生这个人民所关心的重大的议题啊，我们大家共同啊这个来支持哦。我们希望说福国利民的政策我们绝对啊这个会力挺会支持。那尤其这次整个台南的赈灾哦，这个呼唤起全国人民啊大家对灾荒的一个意识。那当然行政院这次有特别提出一个这个灾荒三法哦。那这个里面啊，我一直发觉说老旧的房屋要建检，我们要轻重缓急。当然早期的房震系数啊是比较低，那我们是希望说从民国已经这个房子已经使用了60年以上50年以上哦，我们以轻重缓急啊来针对这些这个来做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建检哦。那真的有问题怎么去补强，甚至于来推动这个防灾型的都更等等啊，我想这也都是当务之急。因为台湾啊也是属于地震带哦，尤其土地的异化等等，我想这是都当行道的问题，解决问题。我想这共同携手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尤其这个怕未来灾害以后这个造成更多的人命生命财产的一个损失啊，大家来杜绝来防患啊。我想身为一个这个国会议员啊，应该要如此去做。那我们也希望说有一些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政党恶斗的，我们希望说把它摆一边啊，因为人民要的是希望说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经济啊可以过。所以说这一次啊，我想我看到这次这个法里面啊提到里面的有一些包括什么不当党产啊等等这些条例哦，那我们是希望说把它归到政党法里面哦，设专章哦，所有的每一个政党都应该要要求要接受同样的一个规范。要是真正有不当党产可以去提告，把它没收或充公，我认为这个我们都接受哦。但是规范在这个政党法里面呢、啊，我认为这个是每一个政党都要去规范、要去要求。所以说，以上我做这样的一个看法，谢谢。好，谢谢林委员。现在请柯委员致恩发言。